翻开会计本子第94页，会计本子第94页，那么在经典当中说到呢，那么前一尊佛跟后一尊佛这个因缘，下一尊佛呢要在前一尊佛的座下，做弟子，那么这个地方呢。我们就引《大智度论》呢，来讲个情形啊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呢卷38里面说到，说问呢一生普处的菩萨，为什么不广度众生，而一定要生在佛前？那回答说呢，释菩萨所教化度脱的众生已经非常多了，现在呢就面临要成佛了，接着要成佛，所以应该生在佛前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也就是呢，不单单只是度众生就可以成佛。那诸佛的身法应当要听闻的缘故，也就是说呢，不是呢一路的去度众生就成佛，他应该要在佛的座下来听闻呢佛所成就的甚深的法要。那这种情况呢，那也就是呢给我们了知。在我们的跟师长的学习呀，虽然说有讲说的因缘是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也在师长的座下呢听闻教化，因为师长他的智慧高，在法当中的心得多，那么跟一生不处的菩萨要在佛的座下呢。听闻法要不单单只是去度众生就可以成佛，这个道理有类似的情形。那么就问呢，假使为了呢知问成佛的事情的缘故，生在佛前的话，为什么缘故？释迦文佛做菩萨的时候。在迦奢佛前呢，以恶口来毁之这个佛底下呢，就回答说这个事情呢，先前已经说过了。法身的菩萨种种变化身来度化众生，或者有的时候呢，行这个人法，有饥渴、寒热、老病。憎爱、称喜、赞叹、喝骂等等的，除了造作呢种种的重罪之外的，其余的，都可以去造作。就是重罪的他不会做，的其他的事情啊，为了教化众生，他会去做。那是呢，释迦文菩萨当时呢，是属于迦奢佛的弟弟。叫做呢，毗多罗。这个兄长的智慧成熟了，不好多语，
而弟弟的智慧还没有具备的缘故，大多喜好啊做种种的论议。当时的人呢，都认为我这个弟弟的智慧比哥哥还要殊胜啊。但其实不然。后来呢，兄长出家了，得成佛道，德号叫做迦叶。那么弟弟呢，他就作为阎浮提王啊，伽利基的老师啊，国王的师长老师。他有500个弟子，就以呢《波罗门书》呢来教授诸多的波罗门。那么诸多的波罗门等等呢，他们大多呢不好要佛法的。当时呢，有一位道士叫做呢烂陀波罗，是迦叶佛的5界弟子，得三果阿那含。他呢跟王师呢，这一多罗是属于善好的亲友，因为他呢内心呢非常善良，清净的信心的缘故啊。那么当时呢，一多罗趁着金车有4只白马拉着跟弟子啊一同就出了城门了。这时候呢，烂提婆罗在大路上呢，刚好啊遇到了这个毗多罗，就问呢，你从哪个地方来？回答说呢，你兄长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去供养完了，我现在回来那你可以跟我啊共同前往去拜见佛所以来迎接你呢。这个毗多罗这时候呢就做这样的想念：我假使直接到佛的地方去，我这一些弟子他就会升起疑怪。你原本论义啊智慧，恒常都是胜于你哥哥的，现在你要前往去供养，那搞不好啊是你们有眷属爱的缘故必定啊不会随从我去的。这样呢，就恐怕呢破坏他们见佛的好姻缘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这个毗多罗法身的菩萨呢，一身的菩萨，他就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呢，入无上的方便会。那么为度众生、度化了这一些弟子的缘故呢，口出恶口，就说了这秃头的人怎么能够呢成就菩提道呢？当时这个烂提婆罗善由啊，就假装啊很嗔恨的样子，抓他的头靠过去就说呢，你不可以停止啊，继续骂那么毗多罗就告诉弟子说了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不可以停止的，来，我们一起去，到他的地方去就因为这样的因缘，就拉着这个弟子们呢，一同到佛的地方去，就见佛的光明啊，心就清净了。向前就顶礼佛足，在一面坐，佛就随意说法随顺他们的心意啊，为他们说相应的话。这个当下呢，毗多罗得无量陀罗尼门、诸三昧门所有通通打开了。而这500位弟子呢，就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时候呢，毗多罗从坐起来，就禀白佛陀说呢，愿佛听我出家做比丘。佛陀就说，善来即成沙门，就称为比丘了。那么因为这样方便的缘故，为了度这500弟子的缘故啊，现出这个恶缘，实际上不是真的表演的，为了度众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佛世尊呢要成佛前一世呢，就是在迦叶佛的座下做比丘的，做比丘，在《阿含经》当中也讲到也讲到，底下一尊佛一定要在前面这一尊佛的座下当弟子，
然后佛来受记，下一尊就是他，啊，接着就是他要做佛了。那这一种因缘呢，那是非常的，啊，我们听起来就非常的特别，啊，可能从来也没有听过，也没有看经就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世上啊，世尊入昧了，就没有所谓的佛了啦，吼，因为弥勒佛在呀，这个多塞陀天呢，哦，等着下生人间，哦，这中间呢，那要应化的，应化的来教化的佛菩萨，哦，那是很多，但不会说我是佛啊，哎，这我们也要知道的。那其次呢，我们看这九十四页，在前面呢说到十五行界，那么经文当中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二段叙事当中，那么叙事里面呢，它分成了三段：最初担心不实，第二杂食不应，第三几会结罪。最初一段讲过了，接着，第二段的一切十种不得食，这是属于啊第二段杂食不应。那前面说呢，单单呢吃五心当中任何一种都不可以。这里说呢，以任何一种的五心啊掺杂在其他的饮食当中，也是不可以吃。哦，譬如说现在，到超级市场去买，你不小心有时候买到里面有放葱的那个饼干，加葱的饼干，加了葱了，你买回来不能说，哎呀，媳妇啊，通通吃的，哦，这个都要犯戒的。这个按吃戒的观点来说呢，你能够守持戒法才是正确。而不能说以媳妇的观念不吃戒，那是错误的，好，错误的，不可以吃，那就不要吃，可以去喂蚂蚁嘛，那所以呢，以吃戒的观念来讲啊，不能以媳妇的观念啊去处理这个事情，好，所以呢，过午了，哦。桌上忽然看到，哎，这个东西没有吃完，怎么办？赶快拿起来吃了，过午了不能吃啊，哦，所以持戒的观念呢，来处理事情才是正确的。那么以无心任何一种掺杂在其他饮食当中也不能吃，所以说一切食中不得食，一切就是所有的饮食当中，只要有掺杂心菜。五心任何一种也是不可以吃的。在楞伽经当中呢讲到了说，酒肉葱酒蒜昔为藏圣道，即为圣表象，是故不应食。酒还有肉葱啊韭菜大蒜小蒜等等五心的吃这一些东西啊，都是障碍圣道的，障碍圣道。而且啊，食用这一些东西呢，也乖违了圣人所表示清净的床相。这些新菜啊，都有新秀的味道的。我们要说呢，拜佛的时候。点个香，无论檀香呢，或者沉香，点个香供佛，哦，那么这个磁场就非常好，香来供佛。啊，你要说呢，学佛的人吃了这一些五星的东西呀，啊，整个身体都是味道啊，走到哪个地方去，磁场都不好的，哦，都不好。乖违圣人所表示清净的床相。是故不应食，因此之故呢，不应该食用酒肉五辛的东西，都不可以吃的。
维达斯合处里面说，一切时中杂有此心，亦已不得死，非但戒单食也。一切饮食当中呢，掺杂有这五心的话，其中任何一种呢，也都不可以食用。不单单只是前面遮止单食不可以吃而已，杂食也不可以吃。那么小智的发音当中呢，说上面单食今言一切食中有此相杂，亦已不应食。西域记云，家有食者七令出锅，故云不得食也。欢迎上头说上明单食，上头呢说明单食五心不可，现在说一切的饮食当中有这五心相杂，也不应该食用的，不应该食用。在玄奘大师的西域记当中记载说到，当时呢在印度啊，家里面假使有人使用五心的话，那么大部分呢就要赶出去，赶出去啊，驱令出锅，驱赶使令他出锅，锅呢就是家门之外啊，把他驱逐，使令呢出于家门之外。所以说呢，一切食中掺杂，那也不可以食。不得食，不可以食用的。若无食者，犯轻过罪。这属于第三段的几灰皆罪，几出他的过灰而皆是这个罪名。假使呢，菩萨佛子故，就是有心，鉴别不是误食的，是有心的，有心呢来食用的话。那就要犯轻过罪，你不能讲我杀菌呢，哪有那么多菌可杀呢？这个持戒就是要持戒呀，有的观念呢，就是吃啊这些蒜呢，就是杀菌，杀菌，修行要紧呐，那么佛陀跟你讲的话，你要听啊，这一些啊都是违背了圣人清净的床相，而障碍修学圣道的。那么接着呢，底下呢说呢，戒罪轻重，戒罪中轻的情形，持戒被誓言成罪，一意是心，是五种的心态。第二呢，有心想。有心想呢，恶重、恶轻、恶患。意思呢，就是说呢，前面的境界是五心呢，而你内心当中也有五种心态的想心，叫做有心想。有六句：五心、五心想、五心、五心疑，这两句啊是重，犯本罪。五心非五心想，那么这是呢，本来迷惑误食的情况，那就不换。但这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啊，万一说买了饼干呢，买回来的不知道啊，一吃哎，发现里面呢有葱啊，有蒜呢，你就要吐掉。你不是说干脆一包把它吃完了哦，误食。那不叫第一口是误食啦，但是你知道的时候就不叫误食，叫有心食，因为你知道了嘛，你还吃吗？那叫有心食。那第一口咬的时候呢，感觉不对了，吐掉，这个不换，不换。所以后面有咽咽结罪啊，你吞一口，吞一口要结罪的，所以呢，吐掉。吐掉的话不换，不换，知道了再吞下去就是咽咽要结罪了。所以呢，五心非五心想，就是误食的情形，本迷啊，
不知不换的。接着呢，后面的三句，非无性，非无心想，这是不换啊、哦，这一句也不换，那就有两句不换呢。接着，非无性，无心想，非无心，非无心疑，这两句啊就比较轻，比本罪还要轻一点，所以叫做恶重恶轻恶无患。接着第三，有实心，有实用五心的心啊。第四呢，入口咽咽结嘴啊，入口之后吞一口，吞一口就结一个轻垢罪。接着我们再看着信则二业224页，224页旧版213的地方，那么第四条十五心戒呢，信则二业当中呢，同又随则业呢，那么秀慧防于净法固执，使用五心呢、啊，口气啊非常的秀慧，妨害我们呢修习清净之法，所以呢佛要遮止啊，要遮止。七众弟子啊，都是共同呢，遮止。而大小乘当中呢，是相同。大乘黄国一生教小乘内众，那么大乘呢黄国之意比较深，因为呢我们知道五心呢它会呢发起这个贪跟嗔的这种烦恼，教小乘呢来得稍微重了一点，严格内众呢重了就比较严格严格一点。好，其次我们再看到前面的95页的，换到前面95页哈、那么三世开者，那么三世开者呢，并非算等不遇，须处毕竟别是实质。不得入佛塔僧堂，不得入僧浴室，不得上都清内。四断食更更七日后，秀气都尽，沐浴晚衣，香薰入众，俱如立明。这里讲呢，假使我们有病啊。非善等不遇，这个病呢没有用善等这个五心而不能够痊愈的话，这种情形跟九戒的开眼情形是一样的，西楚毕竟别是实质。前面的九它不需要离众，实则五心啊它必须要离众的。五心那个味道特别重呢，所以必须要离开大众呢，自己个人在一个偏僻寂静的别室，另外一个疗房一个房子住。使用的期间都要在这个地方。也就要偏处来食用它，不能大众当中的那去治疗你的病。那这就如同呢毗尼母论当中说到，舍利弗尊者他有风湿病，这风湿病发作的时候啊都不能走路了痛得不得了，那么其他的药都不能够治疗啊这医生呢就告诉他你要吃大蒜啊
大蒜，而他不敢随便吃，因此就去请教佛陀。世尊呢就告诉他说，因为呢你有这种病，为了治病可以食用，但是呢有限制的。那是有限制，就是呢不能入众的，因为你身体啊会有五辛的那种很重的那个味道啊，会妨碍人家修行呢。那也不可以啊，这里讲不可以入佛塔、僧堂啊，像法堂、禅堂、念佛堂这些大众集会的地方都不能去，不能进入的。也不可以入于大众生的浴室来沐浴啊，不可以上大众生所用的这个洗手间，这个都清呢就是厕所、洗手间啊，不可以用的。四断食，等到呢不再吃了，不再吃五辛了，更期之后，从你不吃开始算，过七天，之后，身上那个五辛的味道啊，才能够代谢完呢。等这个所有的嗅气的味道都没有了，接着还要沐浴。晚一这个七天哈，七天呢是一个大判来讲的，有的人呢新陈代谢慢，新陈代谢慢呢，那就可能不一定七天呢。最主要的就是你身体不能够有五辛的味道，那大判来讲，七天是一个循环哈，这代谢的。这个嗅会的那个味道啊没有了，接着沐浴晚衣啊，要净身，把身体啊洗干净，然后将呢这一些呢穿过的衣物啊你也要洗干净啊，接着要香薰入众，还用香啊熏过了啊，你看这多仔细啊，还要香再熏一熏呢，心里心，接着才可以入众。记如立名，记住呢就如同这个立藏当中呢所说明。所以呢讲起来，这个五辛就是不可以随便吃的，不能假借啊其他的理由啊要吃五辛的，它是不能随便吃。开言当中有开言的情形呢，你不符合开言都是犯戒的，都犯戒，而且妨碍啊人家的修行，障碍修道啊，破坏的圣人所代表清净的床相啊，这不可以。你开言呢，众人有开言可以使用呢，还有这种种的自限呢，有这一些的限制的。所以啊，平常随意使用啊，这个换过很多的，换过很多。接着一手果报，佛顶经云：是五种心，说时发言，生旦真慧。众人先说舌不精呢，死亡天险，贤其修慧，险皆远离。诸恶鬼等，视其存稳，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，修三摩地，善神不护，魔王得变呢，命中自为魔王眷属，受魔福尽，堕无前意。大佛顶所楞严经当中说到，那么这五种心菜，假使你煮熟来食用的话，那就增长一逆行，因为啊壮那个肝火的缘故。如果生吃的话呢，增长嗔恚心，动肝气啊。众人你能够呢先熟三藏舌不净，死亡天仙呢
众人很想来听你说法，但是呢，嫌弃你使用五星口气啊、秀慧的缘故啊，所以都远离了。善神不来守护啊，诸多恶鬼等等呢，就来了，视其唇纹，在你嘴巴旁边呢、啊、舔呢、啊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这样一来呀、啊，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。善神远离，恶鬼亲近的时候啊，就有种种的过患产生。这里所讲福德日消，长无利益，福德就一天一天的消损，啊，也就善神远离呀、啊，长无利益，也就是恶鬼啊亲近。我们知道修道当中啊，这个护法的守护，除了我们这个正念呢、啊，还有护法的守护。当我们失去这个正念呢、啊，善神也护不来了，护不来。内因外缘呢、啊，这个内因呢，没有正念的时候啊，外缘这些善神没有办法加以的，护不来的。自然而然呢、啊，这个恶鬼来亲近呢、啊，怎么样呢？影响你的念头。善神在守护你啊，他是帮助你的，提起你的正念呢、啊。有不好的，他能够暗中呢来帮忙你。要远离的这些不好的众生来了，恶鬼亲近了，那就影响你的观念呢、啊，你的念头就出差错了。所以呢，底下讲修三摩地，你在呀、啊，而你也很认真要修行啊，还修习三摩地、三昧、禅定，善神不来守护吗？因此魔王得变，趁机而入了，扰乱了这一位修行的人，就会走偏了，走偏了。这观念一错误啊，就很容易引申呢、啊、其他的业障。那么讲业障也好了，实际上啊，其实这些不好的因缘呢、啊，就卡住了。所以呢，命中之后啊，自然就成为魔王的眷属，享受呢魔子的福报，完了直接就堕入无间地狱了。所以这一种情形啊，在楞严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明显的，讲得非常明显。我们呢学大乘法，学大乘法，那一定啊要遵守这个大乘呢，佛在大乘的教法当中所开示的，不可以用的，不要学随意的假借啊种种的啊论说，把它合理化的。到最后还是害了自己。那么底下的暗语，此即无私，一生过，二天缘，三鬼尽，四胡晓，五魔集。吃五心呢，当中呢有五种过失。第一呢，升起过患。升起过患，前面所讲增长，主说增长云逆心。生持成长称慧心，第二呢，天神远离呢，第三恶鬼就来亲近了，第四呢，福德日消，第五魔己就魔王得其变，种种的障碍因缘来了，干扰你的修行了。再来，我们看观心理解242页。242页啊，观心理解第四十五心。那么心有见识心，有尘沙心，有无明心啊。针对呀、啊、这个见识、尘沙、无明的烦恼，讲它就是不清净的啊，像心菜一样的，不清净。
接着忏悔刑法254页，那么忏悔刑法里面呢，十五心戒，第四十五心戒同右坐法忏当中呢，故时染污犯的故作的，要对一位比丘或者比丘尼忏悔的，非染污犯污犯的情形，则行啊，则行佛前则行忏，啊，就好像说呢，你买这饼干呢，本来你就应该要注意看的啦，哦，哎，拿起来闻闻味道啊，不对了就不要吃了，哦，哎，这一些啊，误食的情形，也就则行的意思啊，也就自己也要小心呐，啊，哦，要则行忏，离患的忏法，同有。也是呢，应用四种无生忏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。接着修正差别。262页。262。那么修正差别当中呢，第四十五心戒。四心为修行第一见智啊，最初应断。四相上的五心呢，这个五心呢是藏道法，是藏道法，使令我们的修法呢不清净的，所以它是修行的第一个见智，最初就应该要断的，哦，应该要断的。你要谈修行的话，它是第一个你应该要做，要去断除的，哦，那就很重要呢。很重要，你没有这个呢，其他后面呢得不到的，出果断见心，把见后断出来，是果就断尽了失心，就失后，失后呢，这个三界呀，啊，有81品，啊，那么是果阿罗汉呢，就完全把它断除了，就失后失心。出家的菩萨断尘沙心，那么被出地眼出处分断无明的五行，这是修正的差别，他们所断的层次，前面呢在观心里面讲到有见思心，还有尘沙无明的心，那这个地方讲修正差别在哪个品位当中断除的个别的烦恼。接着呢，性恶法门当中讲到，心是心染为意啊，一法界心，片心法界，如及荼毒骨，自毒乳中等欲，自毒乳中等欲，既以毒欲远离，亦可以心意也。说呢，心这五心是心喜染污为意，那一种秀慧的味道，心喜染污作为它的意义。那么以法界心普遍来熏染这个法界，如同呢集这个荼毒的骨，那以前的战争呢把毒涂在这个骨面，到了前阵前去啊，骨一打，眼睛呢闻到的骨就中毒了，那么讲普遍的意思，闻荼毒骨，那自毒乳中等等的譬喻，这是呢《大般涅槃经》里面卷29。北本的卷29里面讲到的，佛陀说呢，说善男子，譬如有人自毒，把毒呢放在呢乳当中呢，那这时候呢，从乳、肉、生熟、熟熟，乃至到体火，你再怎么样转变呢，放到乳里面去，你再怎么提炼到土火。体乳里面还是有毒，那么乳不明肉
肉也不称作奴，因为它个别名称不一样的，乃至于提虎也是一样。这个名字呢，虽然有五个啊，不一样呢。从奴转变为肉，生疏、熟疏、提虎转变了，名字虽然变了，但是毒性不失。片五味当中啊，都是如此的。众生的佛性呢，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，虽然你在五道当中跑来跑去啊，受不一样的身体啊，果报体，而这个佛性啊，常一不变，常一不变的。所以说这里讲啊，就以毒来比喻圆教的道理，圆顿的道理。那也可以用这个心来做比喻，用法界心呢，普遍呢欣然法界。那个毒呢，就比喻啊，我们的佛性，以毒来比喻那个圆角的理，就是佛性，中道佛性的，有遍所有的境界当中都是的。那么这一条戒啊，就说过。接着我们看到九十五页，九十五页的这个第五条戒。第五条，不教毁罪戒。不教毁罪呢，教就是教戒教戒，毁就是悔过，罪就是罪疚。意思是说，菩萨佛子他见到七众弟子有犯过的时候，不能够教导犯的人忏悔他所犯的过失，不教导当中也包含了不及他的罪。我们呢看到任何一位这个七众弟子犯了戒，都应该善巧方便呢，能够如法的去他的罪，使令他如法的忏悔而恢复清净。那么当然呢，后面会讲到啊，我们几人家的罪啊，这心态啊，心态要正确的，不能随便的，有烦恼心呢，那就不好。所以呢，能够善巧的如法举他的罪，使令他呢恢复清净，能够忏悔恢复清净，这才是自利利他、自净净他，才符合菩萨救护众生的心。这不教毁罪呢，是所犯之过，即是能对之之行，能守合成，叫做不教毁罪戒。我们看了这一条戒的字义，看补充资料的第37页，37页最后一行的附表15，附表15，不教毁罪戒第五，我翻过来哈。初自义者，菩萨理应及过世人，令其忏息，悟令清净，开光一寂，使其正法千载不透，下救离言，不舍清贫，上护圣教，以报佛恩，为义众圣故昔之也。最初自戒的意义是如何呢？菩萨在义理上应该要如法指出七众弟子的过失，而只是呢前人对方能够了知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所以必须要假借啊良师益友来指正啊。因此要是遇到这一种情形，应该要欢喜，要感谢才对啊。我们没看到，人家看到了，帮我们指正了，我们改过了就提升了。所以菩萨佛子要举过世人，使令他能够好好的来忏悔，洗除这个过失，务必呢使令身心能够得到清净啊。
开光仪迹，开导光大仪迹是什么？也就是说佛啊，佛的仪法所寄托的，就指着出家的僧尼来讲，这个仪迹啊，指的是出家众了，出家的僧尼来说。那或者呢，广义来讲，包含七众弟子，使令呢佛的正法能够呢，千载啊，这个千载，就表示啊，很久，啊，长久的能够呢不坠落，能够常住在世间的意思。向下就把离言，离言就是百姓啊，不舍勤贫。不舍弃一切众生，向上呢而护持佛的圣教，以报答佛的大恩大德，为益众生啊，所成就的利益是非常重大深远的，所以必须要自立这一条戒断。接着呢，第二次第者，前自觉己身，今则不以慧行同居故也。第二呢，说到戒条的次第啊，说呢前面一条戒是自己洁净本身呢，而不使五心呢。现在呢这一条戒是不以污秽戒恨的人同居共同住在一起的缘故。那也就是说必定要以慈悲心来教导对方，使他能够忏悔还复清净，这样的意思。是这个意思。接着我们看的九十五页，汇解九十五页的戒文。若佛子戒一切众生，犯八戒、五戒、十戒，毁尽七逆八难，一切犯戒罪，应教忏悔。而菩萨不教忏悔，同住同生利养，而供菩萨一众受戒。而不己其罪，不教悔过者，犯轻过罪。戒文呢分成三个段落，这一处标人，第二细事，第三结罪。现在这一处若佛子是标出能犯的人。接着戒一切众生，犯八戒、五戒、十戒，毁尽七逆八难，一切犯戒罪，这是第二段的叙事，说明不教悔罪的事。当中又分成三段，这一处初犯事，第二明因，第三不因。现在这一处是列出所犯的事情。见一切众生，见这个见就是有所根据，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，要有实际上犯罪的事实。在立上呢说到，凡是要举人家的罪啊，必须要记住有见根、闻根、疑根这三根的根据才可以。而是你自己所见的，或者你自己亲耳所闻，或者人家亲眼所见呢，你从他听到，或者你亲眼见到，有一些事项呢，这个行迹牵涉到犯戒，你怀疑他犯什么罪，或者你听到他讲话的声音，他们讲话的声音，怀疑他们犯了什么罪，从见生疑，从听闻而生起疑惑，的的确确有这样的根据，不是自己编的想的，不是。这是呢几罪当中必定要记住的条件，没有的话都落入啊重罪，谤他自己要犯重罪的。见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就笼统指在家出家大小乘啊七众的弟子。犯了八戒、五戒、十戒，犯这个字就惯下来，
欧益大师何处呢？说明八戒者，八观斋法，有弟子八众；五戒者，清净是你所说；十戒者，十三戒，沙弥十戒，有此经十众；回敬者，总名换一切戒，即为三十诸佛明镜，其例见在下文。我们先加以说明。何处说呢？八戒呢，也就是八观斋法啊，换了这个八观斋法，或者呢换了弟子的八众，杀盗淫妄呢加上后面的四条宗戒，这八众。那么无戒者，换了无戒的情形，就是呢清净是你所受的，对三宝有清净信心的男士女子，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所受的无戒。十戒的话呢，就是十善戒，或者换了沙弥十戒，或者是这一部经换往经的十宗戒。回敬者，换这个回敬的情形，就隆重说明换一切的戒法，包含了具足戒啊，乃至菩萨戒等等的，也就是呢，回换了三十诸佛的明镜，明白的境界。其例见在下文。其例罪呢，就在《清国戒》第四十条里面所讲的，有其例罪。出佛身血，是父是母是阿罗汉是和尚是阿舍离破结魔转法轮身是圣人，这个七逆罪，也就是七遮罪，换了这七种会遮止障碍我们受戒的，叫七遮。那么八难呢，乃换戒果报，一地狱，二畜生，三恶鬼，四盲聋喑哑，诸根不具，五生邪见假，四智聪变聪，六佛前佛后，七比丘，八无想天。这个八难呢，乃幻界果报，是幻界的果报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指的是将来会堕到八难之处的因，你换了这个罪因来讲的。因为在罪因的时候呢，你换了这个罪因会堕到八难的那个因啊，这个时候在因位的时候还可以忏悔除灭，假使呢到了果报呢，那就没办法忏了。譬如说你到地狱去，你怎么忏？那果报现前呢，就要受那个果报了。因此呢，是患了会堕入地狱、畜生、恶鬼等等这八难的罪因。法藏大师呢，在《菩萨戒本书》里面说，今正觉其彼八难之因及罪业，亦可忏悔除灭之故。现在正式解释呢，这个八难呢，就是采取它换了这个八难的罪因，也就是罪业啊，因为可以忏悔除灭的缘故。八难呢，第一个是地狱啊，地狱等等这八处，也就是说呢，这八个地处虽然感得的果报有苦乐的不同，然而他们都不能够见到佛，不能够听闻到佛法，所以叫做难，有这样的障难。第一个地狱难，众生呢因为造作恶业呢，感得堕到地狱当中呢，长夜冥冥啊，受苦无间，他不能够见佛闻法的。第二呢，畜生难，畜生种类啊很多很多的，那也个别随着他们的罪因而受报，或者被人蓄养呢，或者呢在高山大海里头等等的，
经常呢受到鞭打杀害或者互相吞啖，受苦无穷。这畜生呢之处也是烂的，说他要见佛要闻法，这个都是很比较不可能的，很难的。第三恶鬼难，恶鬼有三种呢，业最重的恶鬼长劫不听到啊，什么叫水，连名字都没有听过。第二种呢，业次一点的这一种恶鬼，唯独在人间呢等着，假使有人洗涤啊这一些脓血啊或者是粪便，他等着要吃这一些东西，肮脏的东西啊。业比较轻的恶鬼，或者有时候吃了一餐呢非常饱的，但是呢加上呢有刀杖啊七逼啊等等的这一些呢苦啊，受苦无量的，这是恶鬼难。他们要听闻佛法那也是障碍的。第四呢，盲聋喑哑，诸根不具。盲聋喑哑，盲就是眼睛呢看不到的，瞎眼的；聋呢就是耳朵听不到声音的；喑哑，哑就是哑巴呢。哑巴的那耳朵呢听不到声音的耳聋的人呢，他会肩带啊会变成哑巴呢他要从小是这样的情况，他决定是哑巴，因为听不到音声呢，他没办法学习语言的，没办法学习语言。那诸根不具呢，这六根不具足的这一些人呢，业障深重啊，业障深重。虽然呢要是说呢遇到佛出世，但是呢他们也不能够见我闻法。那么接着第五，生邪见假，是指变从生邪见假那就是邪知邪见呢虽然呢听到佛法，但是呢不相信闻等于不闻相同呢，意思是说呢，虽然六根非常的充力，而唯独从事呢，单走学习外道的经书，他不会相信呢出世的正法。第五种，第六佛前佛后难，意思是说呢，由于啊业障重啊，见佛的因缘、闻佛的因缘比较薄。所以呢生在佛还没有出世之前，或者佛已经灭度之后，不能够见我闻法。像我们呢虽然生在佛灭度之后，但是呢能够听闻到正法，这个就不是八难呢所说是的。第七别咒，就是别记如咒。别记如咒的人福报大，他身长有一丈四尺，寿命有一千岁，一出生经过七八天就成人了，寿命一千岁当中没有夭折的，都是在享乐。这别记如咒的人呢，太享乐了，所以他不会学佛，富贵学到难。这第七别记如咒。第八无想天，因为因地当中呢修无想定啊，就意志第六意识不动。没有想心所，果报呢就感得无想天，无想天的果报寿命有五百劫，最初开始半劫的时候还有想心，渐渐的就想心没有了，就入无想了，半劫之后就入无想。那么果报将近的时候，最后的半劫想心又升起来了。中间有499劫的时间呢是没有想心所的，外道呢修无想定呢，这一种情况啊，强行意志，这第六意识不动，叫做如冰夹鱼啊，冰将鱼夹住了不动了，但是冰一融化的时候，就鱼又活动了，定力一退失的时候，烦恼又开始活动了。
在无想天呢，也不能够见佛闻法。这八种呢，都是呢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法，有这样的故事，所以叫做烂。那这里讲，也就是说呢，患了将来要堕入八难的这一种罪因，以及呢一切患皆罪。合住当中呢，就说呢，包含所有啊，若大若小，若重若轻，若因若果，皆叫忏悔。七众弟子当中呢，或者患了大乘的戒法、小乘的戒法，或者患了重罪，或者是患了轻罪，或者所患是因罪，就是方便罪，或者是果罪，就是根本罪。假使呢见闻于有见闻于三根的根据，我们都应当呢一一能够如法的把它挤出来，教导他能够如法忏悔，恢复清净。所以啊，底下一段因叫忏悔，第二段明因，说明菩萨佛者应该教导他如法忏悔。在《涅槃经》当中呢，说到说菩萨呢，以折伏摄受、折伏门、摄受门来教化众生，使令正法久住世间。应该折伏要折伏，应该摄受要摄受，一路上折伏跟嗔烦恼相应啊，一路上呢摄受跟贪烦恼相应啊，都不对的。所以折伏摄受这两门呢，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在家设佛的时候，有一位比丘，他多做呢人家的三师和尚，多多的度这一些弟子啊。然而呢，度了之后也不教诫弟子，该喝则不喝则，该教导不教导。他的弟子呢，因此呢不持戒，患了很多的过失，死了之后呢，就堕于畜生道、龙当中呢。龙的这个法受罪的时候是七天一次，七天一到的时候呢，就有火来烧他的身体呀。所有的肉呢都被烧尽了，烧完了剩下骨头，一下子又恢复原来呢。正烧的时候是痛苦难堪的，如此七天呢一个循环，他呢就不能堪忍呢这一种的痛苦。龙他记住五通啊，他自己啊就思维，我是什么样的因缘、什么样的罪业而导致这一种的情形呢？他就观察，了知啊，是他的师长度了他之后呢，不教导他，所以呢，使令他呢做一些非法的事，有这一些的业力啊，因此就堕入龙当中去了。因此呢，就憎恨他的师长啊，想要加以毒害啊。有一次呢，他的师长跟500位商人到了大海当中去采宝。那有人呢，可能就会想啊，为什么这五众出家五众这比丘跟着商人到大海去采宝？这在律上里面讲啊，这些商人为了求吉祥啊。乃至于有一些是优婆塞，他们为了听法，所以请师父啊，跟着到船上去出海去了。一方面呢吉祥，像呢要是出国的时候呢，这个整队啊在登机门的地方啊有看到出家众，他心就安了，这飞机可能不会掉下去的，吉祥啊。当时啊，律藏当中的记载也是如此，阿含经里面也有，经典里面都有，就是求吉祥。再来
那师父跟着在海上呢，有时候心闷了，可以请教师父佛法，或者请师父啊、比丘来开导佛法，哦，所以有这一种情况。跟着500位僧人到大海当中去采宝，到了海中去了，这时候呢，龙就浮出水面了，要坐这个船。大家就很恐怖啊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就赶快问这一条龙说呢，你什么原因呢？要坐我们的船？龙就讲了，船内有位比丘。那个比丘是我的师长，啊，我过去的师长。过去呢，因为他不教导我，使令我非法犯戒，现在呢，堕到龙当中受苦啊，所以啊，我要来捉他。你们把他呢放下水来，就放了你们的船。大家呢看这个事情可能没办法了，就啊要去捉他的师父啊。这比丘就说了。你们不用走，我自己跳，就跳到海里面去，就死了。佛陀就说呢，以此来证明，凡是呢度弟子啊，不可以不教戒啊，不教戒啊，就害了他造恶，将来啊要受苦的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说到啊，说菩萨佛子见一切七种弟子。有犯这一些的过失，要以慈悲的心，应该教导他，要如法的忏悔。藕益大师的合注里面说呢，教忏悔者，以见闻以三根举世，令改往修来，舍过千善也，忏患以忏谋，是此方情人请恕之意，即表出于往迁，回乃此方之余。译作悟作，要译成悟作，为追责前来所作是恶，觉自改图一策，即表修以来善。那么合注里面所教忏悔的意思，也就是以见闻疑这三根，见根闻根疑根，就是亲眼所见。亲耳所闻，或者你见到了这个事情，怀疑他犯了什么，实际上见到而怀疑的，或者实际上听到而怀疑的，有这样的根据，指出呢他犯戒的事情啊，目的呢就使令他改往啊，改往修来，就改除枉过，修于来善，舍过千善也。弃舍过恶而迁从于善法的意思，己人若罪呢？这个心态很要紧，就是要利益对方的，不是要损减对方的。忏悔的意思，忏，梵语叫做忏摩，忏这一个字是梵语，就是忏摩。翻成中文的意思，就情人请恕的意思。我们向人家来忏悔的时候呢，请对方认可我发怒啊，请对方宽恕呢我所犯的过失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就表示呢，除以往迁，忏除以往的罪愆。悔这个字呢，是此方之语，我们华文。亦称悟作，约意来讲叫做悟作，这就是厌恶自己过去所造作的，叫做悔。为追责前来所作是恶，节制改图意策，意思是说这一悔呵责前来这过去以来所造作的是恶法呀，现在决定心智要改头易策啊，从今以往啊不再犯了，从今以后不再犯了，就表示修以来善，修以未来的善法，
未来就是从事于善法的造作了，不再造恶了。所以呢，忏悔这两个字也有忏先诸恶，悔祸不作的意思。那么菩萨佛子在义理上呢，就应该要教导七众弟子能够如法忏悔，这是说明菩萨所应该做的。接着，而菩萨不教忏悔，同住同生利量，而供菩萨一种受戒，而不己其罪，不教悔过者。这是第三段名不应，说明不应该不己他的罪，不教导他如法忏悔。然而作为一个菩萨佛者，见到七众弟子有犯过失的时候呢，不能够以慈悲心来己他的罪，不能够教导他如法忏悔，并且呢跟他同住同一个地方一个处所或者一个大界当中来共住，同生利养，就是指出家众这一方面呢，共同大众生呢而接受利养，这些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世事的供养，而且呢共同布萨。以功能来讲，布萨就是长养善法而净除不善，叫做布萨。以义来说叫做净住，清净我们身口意三业而住于戒法当中，这是布萨的意义。那么共同来布萨，一众当中作法而来说戒，而不能够指出他的罪过啊，不能够如法教导他，好好的忏悔他的过失，使令他呢烂受心思，导致于啊获罪非常的深重啊。如此的话，就乖违了菩萨的慈悲心啊，守护众生的心。何处当中说呢？同住同利是共食位，布萨受戒是共法位。理应如法己罪，故不己不教者患也。同一处住，同啊，共同的利养，这是同时位。同时位。那么接着呢，布萨受戒是共法位。法呢，就是呢，诵戒结魔，啊，菩萨受戒，理应如法己罪啊，在义理上就应该要如法己他的罪，使令他如法忏悔，恢复清净。所以呢，不己罪，不教如法忏悔的话，那要犯罪的。而关于己罪的情形，后面呢，在七众料简当中呢，会说明呢。七众呢，能己罪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么基本上来讲，在家呢不能够己出家的罪啊，我们后面会加以分别。小智的发言当中说，故萨此云相向说罪，半夜己罪忏悔，故萨。换成中文的意思叫做相向说罪，相向就是互相的，说罪就是发怒忏悔。半夜呢己罪，半夜有患啊，人家指出我们的过失，接着我们能够如法忏悔，那就能够恢复清净。这个呢就是布萨的意义啊，净除不善，就是我们忏悔呢长养善法。我们能够如法来这个布萨的话，就增长这个善法。接着呢，大智的这个发言呢，讲善戒经言，菩萨入生中是挥法嬉笑，见挥法嬉笑不喝者者，得罪，即此则小事皆教忏悔，况犯戒如上是也。花言呢，引善戒经说，菩萨呢入于僧中，看到呢有挥法嬉笑的事情，不喝则制止的话，要得罪的。
也就这个是不如法啊，不如法的，你要呢，制止他，就是为了利益他的。根据啊这种道理来说，小的事情都应该要能够教导他忏悔，何况是犯了戒，如同上面呢这些事情，犯呢八戒、五戒等等的，乃至一切犯戒罪，那就更应该要教导他忏悔过失的。假使不及罪，不教忏悔的话，这个菩萨呢犯轻过罪，这是第三段呢，结示这个罪名。他要犯轻过罪的。接着结罪众前，持戒被誓言成罪：一有罪，其中佛弟子确实是有犯罪的事；二有罪想，若实为无罪者会犯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有罪想，我们内心认为对方是有罪的，假使实为无罪的话，实际上对方有罪，但是你认为他没有罪啊，看不出他有罪啊，所以就没有举他的罪，没有教他忏悔，这样呢是不犯。因为你内心呢没有罪想嘛，所以呢犯言当中是有罪想，而你不举罪，不教他忏悔，那就要犯了。三不教行。不及他的罪，不教他忏悔的心，称心不及，然勿犯。称嫌对方的心，不及他的罪，这是然勿犯，有烦恼心所犯的，要对所忏的。那懒惰懈怠，非然勿犯，懒得去及他的罪啊，随着他自生自灭，算了吧，这懒得及他的罪。这个呢，要责心忏，责心忏悔。第四呢，默然同住，不教诲是一罪，同时为护一罪，同垮为又一罪，随事各解。默然同住，这默然的跟对方呢，同住的情形。如此的话，你不教忏悔，得一个罪。得一个轻过罪，同时为又是得一个轻过罪，同垮为共同布萨结魔，这个又要得一个罪，谁是个别个别来结罪的情形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时间到，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那么其余的在下一堂课星期三，星期三是我们最后一堂课的，这一的接下安居的最后一堂课，讲不完的，在明年度的接下安居再接着继续讲，那么我们呢今天时间到，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，故以来日回向。